如果没有很细的去做这个地毯式的这个忏悔点，哦，来把他这个抓出来啊，再从这一点上啊，直切进去，把这所有东西啊，再全部的拔除，你就很难。为什么？它变成全部像一个盖面啊，盖起来了。你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很难有一个立足点，把它先挖出来。所以，与其呢，你说有几十年呢，都有这个问题，你不如就看现在这一刻往前推，什么时候开始？你不要去想别的，去年、前年了，那太远了。你想从这一刻的前一次是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从前一次，然后再去推，在当时发生什么事，你脑袋要很清楚，是不是？发生什么事，这里面你要去问自己。他说这个习气以来啊，他没办法控制，那你要先去分辨，是你真的没办法控制呢？还是感觉没办法控制中的没办法控制，要先搞清楚，对不对？不管怎么样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动能驱使你去做，是不是？那你把这个动能找到，如果它是一股过去的力量，好，驱使你现在造成的事实，那你要真正的落实。啊，如何的忏悔？而且你的忏悔是不再犯，用你的忏悔力去克制后面的推动力，在忏悔的过程中，告诉可能的人事物你的决心，然后从阶段性的克服到长期性的战胜。这一路来，总有第一次的克服，才会有后面的战胜。你得先把这搞清楚、弄明白，你后面才有可能翻转。但是如果没有把这个事实弄清楚、想明白、混为一谈呢，你这辈子你都觉得你努力了，但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。所以有的时候所以脑筋要清楚，智慧要有。在什么时候？在你的习气呈现的时候。啊，不管他是他今天这个习气，还是我们每个人的习气，都一样。有人说我的脾气就这样，真的吗？你的脾气就这样吗？你不发脾气后，那到时候又是怎么样？你要先去弄清楚，当时是长什么样子，为什么会发生？你去厘清很多，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大意了？我们轻忽了很多东西，它扣在那里多了，重叠住了，你看不清楚。所以前面你看不清楚，暂时先不用去乱了你的心智。你看最近的发生，然后去做一个综合性的破解。而这个破解不是说想了一下就算了，是真的在方方面上真正看到你的起心动念，以及起心动念后面驱使你一步接一步下去的主使力是什么，而你的忏悔发愿。跟这里面是不是能够接上线？这就是我在讲的，在宗教里面，好，忏悔发愿是不是都在讲？都在讲，但有没有效，见仁见智。